晚安，大家晚安。谢谢绿根跟九蛋的 Pop Cat， 少元晚安，欧晚安，青云晚安 ，Sarah 晚安 ，Rock 晚安，大家晚安。绿根晚安，古家晚安，冠宇晚安，谢谢青云的 Pop Cat。谢谢送我 Popcat 大量发声，谢谢 Sega， 好可爱的特效。就晚安，陈大圣晚安 ，Plus 晚安，小强晚安 ，Akira 晚安 ，Kasuke 晚安。今天好居家，对呀、啊，我就穿那件衣服。想说今天不穿，什么时候穿？六个要罚圈啊，罚圈的在吗？前段时间送一封信，好可惜，有没有金书包？真的，笑笑晚安，谢谢 Sega， 一杰晚安，波达晚安，少爷晚安 ，YU 谢谢送我 Pop Cat， 是新的礼物吗？我昨天没看到，还是前天？谢谢 Leg 送一封信，谢谢大家的 Pop Cat， 谢谢冠鱼，谢谢冠鱼 ，Chris 晚安。今天新的，原来怎么会这样 ？Popcat 可爱，对，可是没有显示。微露晚安，卡丘晚安，外套很好看，谢谢。就是宣传照跟宣传照一模一样的，你穿了要给我们看吗？嗯，初风晚安，你说什么给你们看？谢谢 RR 送我 Pop Cat， 为什么你们送都没有显示，就只有字而已？我还以为这边有猫咪的那个图，小小的图案。洛璃晚安，等一下有跟宣传照一样的法圈吗？想看是不是？我这边有那个法圈。卢卡怎么突然走性感风？那算是性感风吗？谢谢谢谢，里面那件要看，可以啊，对，可以，还是害有点害羞啦。安晚安，沙鲁晚安，怪鱼晚安，可爱风。思涵晚安，看到法圈都只好想到胡子，胡子胡子，就想到某主播啊，那就不行，不能戴。今天可以看到里面那一件，可以啊，给你们看。今天穿这么漂亮，不要胡子吧？今天晚安，可江先生，四叶草 ，IG 更新了，没错。今天不是十点哦，今天是十点半，因为我今天九点开播。谢谢月哥送的冲量成功，哎，好久没有成功，每次都看到失败。谢谢谢卡的背包，谢谢月哥的二零退散。小晚安。这套真的好好看，谢谢。里面这件蛮贵的，呵呵，外套就还好。思明晚安，一凯晚安。法圈是用来咬的，不是拿来当做用胡子，超好看，谢谢。羊驼在施法，樱桃妈晚安，谢谢小五的，我来签到，大家晚安。嗯嗯嗯啊，对，给你们看。特别买的不是，我高中的时候去日本买的，嗯，一九，原本还有这个，可是这个是要，好像是后面，啊，背的话不要给你们看。对，高中的时候买的，可是我没有穿这件，就是出去过，都是里面穿。对啊，这样蛮好看的吧？啊！
吐司晚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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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necklace 就那呢？这感觉不是项链，真的是好像是挂在绳子的。今天有件事要审问，听说光野 Luca 讲的好像在问什么？没有，我发现我站在那边，然后跳一跳，发现哎，我的旁边怎么是妮妮？我自己也吓到。阿紫玩夜宵晚安，一进来看到项链掉下来，啊，别怕，对呀、啊，不觉得很好看吗？可是我觉得穿外套加这个项链好像没那么好看。晚上吧，晚黑吧，叮叮叮叮叮叮叮。哎，感谢送我一封信。噔噔噔噔，对，我要给你们看我的新朋友。谢谢洛里的列车旅行。好看，李真晚安。是场地突然变形才不是卢卡走错。那就不要穿外套吧。真的吗？又有新的，我自己买的没错，这只比较黑，这只超小的，你看跟我们家的阿比比起来，差很多，对不对？看你看，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特别大，对，我帮阿比特别做了那个嘴巴，很可爱吧？泰迪跟我差不多大，应该是哦。对，可是卡妹的阿比更肥哦。嗯，看烂 lab 有点看不出来我做的多厉害。的确超像小只，不要喂太多。对，我没有帮他做嘴巴，是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颜色的布料。嗯，很像兔舌头，还好吧？英雄，可爱吧？耶稣晚安，建谷谢谢送枫叶，谢谢烈哥的戳戳你，谢谢。可以加舌头啊？你说他吗？看来你家特别会养车车，我的都长不大。对呀，泰迪也蛮可爱的。我就买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箱子摇一摇，因为不想要再一只阿比。北极小晚安。可是我的泰迪跟阿比差不多，是不是？遇到偷工减，有可能哦。我觉得我们家的阿比特别大只，你家舌头也不错。我的马铃薯只会被我虐待，就是摇一摇，因为阿比不是有这个头发吗？所以想说可能就比较没有空间，然后我就特别学了空间最大的，结果是他，然后发现他的那个里面的。なんだ？綿？綿叫什么？就里面白白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少一点。嗯，谢谢送粉玫瑰，听声音对呀、啊，因为我不想，我们家已经有两只阿比了啊。对，棉花，讲错了，这边明明就有写木棉花，我还不知道棉花的中文。谢谢姑家的戳戳泥，谢谢送我两只戳戳泥，谢谢。那不一样吧？木棉花跟棉花有差吗？还是木棉花是公司名？没有意思。话说戳戳泥差多少了？我看看好了。木棉花不是公司。阿奎晚安。一
180了，你们好厉害哦，比我还要，对，差20，没关系，慢慢来，200就可以拿到那个花花的。莫名花是动漫公司，动漫代理商的名字，了解。好热哦，20是吗？对呀，才20，应该是吧？如果他们没有算错的话，没浪花了，没关系。喂喂喂喂喂喂喂，谢谢洛璃送我戳戳你。Hello， 晚安。哎，我觉得我嘴巴做的很可爱呀、啊。谢谢绿哥送我戳戳你，耶、yeah, ，有红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天竺鼠入卡，那今天我的肩膀就放他们两只，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可是我出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西罗姆，谢谢浪花大概变成丽卡的红包了。对，前天丽卡生日的时候我也在场，然后就一直抢他的直播，超级欢乐的耶。然后妹妹又开始哭了，妹妹抢不到红包然后哭了。你在线上 Popcat， 还有人送到挂名，对呀、啊。那鹿卡还会想再买吗？你说他们吗？我先不要好了。鹿卡抢至少1000浪花吧？有，有，一定有，抢得超级开心的。而且我是加入他粉丝团，所以就是中间那段，我们就明我就一直就不用跟别人抢，爽的抽。鹿卡喜欢我哦。我有看到，很可爱。要形容我的话，卢卡问店员有没有全新的舞台，从袋子下方出来第二台。卢卡还送了抽抽，你猜有钱？卢卡开心，然后妹妹哭了，没有，妹妹哭了之后才他才设粉丝团。暗红晚安，谁丢红包丢到一针，妹妹哭了。真坏，就是你呀、啊！卢卡叫丽卡不要解开粉丝团哦。那时候因为就是有个路人一直叫他解开粉丝团，我看了就很烦。想说平常常常看他的直播台的人就觉得 OK， 可是他就不是啊，又不是 TP 粉丝，所以就是丽卡想送谁就送给谁吧。如果喜欢哭腔老婆头贴吗？不喜欢。那妹妹有加入粉丝团吗？我不知道耶、欸、那是妈妈的手机吗？我也不确定。卢卡超凶。卢卡是对的，没错。对，我现在好像是啊，谢谢哭腔的红包。不好意思，我的红包无法领取，我想重开耶，怎么办？红包无法领取，可惜，我就错过三包红包，可以重开吗？是，好像5分钟内重开就会累积到那个。那我现在几分了？现在几分？好，15分前，那我重开哦，我重开，拜拜。哎、欸，等一下，等这个20秒之后，这样没竟然签到的，是不是就要断掉了？好像没有超过对，20分钟内就不会断钩。可是刚进去的，然后第二次也不会来的话，可能就会真的断钩。应该吧。是这样对不对？如果就是一开始进来然后后面就没有来看我的话。好了吗？
那我真的要重开哦，拜拜。谢谢姑家的抽抽你，哎、欸，你为什么现在才抽？现在才送我 ？OK，拜拜。嗨，大家晚安，紫外 C 哥晚安，乔大森晚安，叶哥晚安，姑家晚安，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大家，谢阳晚安，冠宇晚安，德全晚安，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初次见面，卡丘晚安，初风晚安，冠宇晚安，大家晚安，好，我先记录一下时间，拜拜 ，OK， 没问题。对，大家好久不见，克里斯晚安。等一下，等一下，时间快到的时候，你们告诉我，我这边会显示一个小时啊、哦。谢谢青雨的车车泥，不然我写在这边好了。重开需要压力测试一下吗？那是什么东东？欢迎回来，耶！哦，有了 ，Popcat， 叭叭叭叭，好，我试试看哦。哦，可以了，可以了，太棒了，我可以抢了，谢谢姑家的红包，耶、yeah, ，我抢到24浪花，安晚安，关羽晚安，可就晚安 ，egg 晚安，对，有抽到就好。对，难怪刚刚大家送我 Popcat 这边什么形式都没有，可是我重开之后就有了，就是嘴那个那只嘴巴很大的猫咪，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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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送我 Popcat， 第一次开播可能有点问题吧，第一次开播，嗯，对，应该是，嗯，好笑，一。为了红包重开的直播，没错。可是大家很多甜甜圈前几天在仪征台疯狂的丢红包，而且你们都丢大包哎、欸，不是小包，小包也有，可是大包比较多。第二次晚安，晚安。对哦，谁呀？就是甜，有些甜甜圈，太好笑了。什么二戒？明明就是要帮他庆，帮他庆生，这是好事。然后很好笑的是，后面他的弟弟、妹妹还有妈妈三个人一起抢红包，结果一直都抢，一直都抢不到。然后弟弟一直尖叫，然后妹妹开始哭，然后妈妈也开始尖叫，太好笑了！甜甜圈好有钱。笑死！你们又被呛死游玩了，好笑！没参与红包盛世，真的是有够吵，超好笑的。他们平常也没有那么安静，可是就很欢乐，很欢乐的一家人。是说莉卡，对，莉卡前天生日，他昨天的台蛮好笑的。卢卡怎么知道石油玩？我看你。我看 Dicker 的，超好笑的。对啊，什么石油王，真的不懂。我看就是，我看就觉得，嗯，我什么时候有石油王？不要乱看哦，有就是因为就都是因为那啊，还是不要讲了。你们家直播每一次都很欢乐啊？你说他们家呢？最好笑的法法超级傻眼，早知道不要脸不对，法法前面一开始好好的聊天，结果后面听到尖叫声。再说你们各位吗？身体出游玩。身体出游，我是偏干的，对，我的头发也是偏干，比较不太会出游。对呀、啊，想当石油王，但我只有油王。没事，大家都是这样。我也好想当石油王哦，我就石油王。j
讲话油腻吗？对，甜甜圈太多油王，不是石油王。瑞卡今年送一阵什么礼物吗？啊，不能讲，还不能讲。对，因为他受伤的关系，最近培训也他没办法到嘛，所以我最近都没有遇到他。可是我之后会找，之后会就是直接去新竹找他。蒂卡收播前换成竹竹跟果果杀进去联播，我有看啊，我一直都在。哦，果果前面的那个猫咪超可爱的，这台好油哦，佩狗。我要走心了，为什么要走心？游玩，我也是游。没事的，没事的。卢卡给丽卡的礼物要姐姐审核吗？当然不用啊。太油了 ，Pico。等一下，怎么这么多？怎么这么多看 VTuber？ 结果果那个不是还搞到手机画面的？哦，真假的？我不知道哎。一开始他不是说要连播，可是就是一直都连不到吗？不能超过3000哦。我都不看那些，瑞卡一直都在，还是说不要懂比较好。我家只有沙拉油，没有石油。我家有橄榄油啊，还有什么油啊？オリーブオイルとあとオルガンオイル，オルガンオイル，オルガンオイル中文叫什么？我们家最近就很喜欢那个油 ，organ oil， 然后就是吃了什么，我妈都会加那个油。我查一下中文叫什么东东，啊 ，organ oil 的，讲错，organ oil， 中文不是橄榄油，啊，对对对对对对，摩洛哥鲜果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吃的东西，常常摄取的东西，加一点点橄榄油，那是摩空米奇，素水摩空米奇，他什么料理都会加橄榄油，这么特殊，对呀，连纳豆都会加那个油，还以为是 I love you。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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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不错不错。噔噔，我只知道爱老虎油，那比石油贵多了。石油一桶才多少钱？真假的？石油比较贵吧？我不知道。你们太会聊了。谢谢教授的真情告白。不愧是石油王，你说强大蛇吗？浩一晚安，你们的梗好像有点过时，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懂，我都看不懂。老人才知道的梗，石油又当然比石油贵啊，同样用量的话，我也看不懂。哦，原来是他们在呛德全，一桶大概65美金。哦，原来如此，那好像真的吃的比较贵。我是现果油王，对，我不是石油王。アルガンオイル、石油じゃん、アルガンオイルを。谢谢各位甜甜圈使用啊，让我有饭，我想饭。他们什么时候变成使用啊？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超好笑的，连我都不知道，其他人都这样讲。对，到底是谁取的？他们一定不常来看我直播。志伟晚安。对呀，都是。哼，我们根本没有失联。哼，玉霞晚安。讨厌讨厌，谢谢石油王们让我有相看。那边就会说甜甜圈石油王让他们失望了。嗯，
谁说的？要花至少8个小时跟 Luca 说。Luca 很气，没有石油。参见各位石油。有可能我不知道很多，你们可能比较。微笑不会让 D 卡失望。好好笑，等一下是干嘛？他们干嘛失望？对呀、啊，不懂哎、欸。如果失望的话，应该是我本人吧？不觉得吗？可是我自己都没有失望了。你们对我来说都是石油啊。卢卡晚上好，晚安。也都是大哥。大哥是什么意思？卢卡失望吗？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失望？已经看过至少四篇题大选吧预测，还有投票预测哦。雨辰，那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对，没错。让我有偶像范的意思。我打算透过使用完的有嘞，让卢卡打破8小时直播的记录。谢谢那个什么戳戳你，值得尊敬的人。是同一个人在做，还是大家都觉得使用完了？我不知道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你们都没有，你们都没有这样讲。登机器哦，你们现在在聊投票的事情吗？有人带风向，我是这么觉得啦。甜圈把风起来，我会怕。回想起生日直播。终极出发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对，才是战争的开始。嗯，哪有石油？难道是毕力哥的石油？他们都说我们石油完了还，我们还不投，还不多投几票吗？对，还没投票的真的可以投。Come on, baby。对，到时候你们会收到这样的。东西应该吧，这样的东西，现在有变吗？新版的，才不会为了一只半件火箭吃土2个亿。对呀，我也这么觉得。我的票还在海上，哒哒哒。到时候可能会抽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哟、哦，有可能如果办很多会员的话，快到会员加码时限，你要加办，对，赶大家要办的赶快办哦，因为虽然投票是25到25号，可是呢，一定要先办会员才可以投票嘛，对，然后办会员可能就是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会员可以赶快办，嗯，怎么这么空白？因为我们不用自己的不用涂签了，涂公田寮家，然后签我的，我觉得很奇怪。可是不知道12米以外的要投多少票才能赶上12米？对呀，我知道我第几名，对，但我不知道公司有没有公开的意思，所以我不能讲明确的名次吧，应该是。可是票数我就真的不知道 票数我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噔噔噔，公布有几票真的会刺激，卢卡一定会有机会，希望有，差很多我就算了。我会员刚过期，这几天应该会办新的。卢卡可能会多一票，谢谢，开心。20号23点59分59秒，请要办好提问卷，下礼拜二才拿到编号。大家有听到没有？22号前呢？22号11点59分前，不然拿不到这个哦，拿不到你的号码。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号码吗？还是先盖着好了。想投尽自己力量投吧，票数当然越高越好。那看起来那天说完一遍，后面排队真的是，
我已经尽力了，谢谢你们。对啊，有尽力就好。可是还没投票，真的可以投给我。真的可以投给我，不投我吗？最后还是拿得到，只是投票就结束了。嗯，但我在想，要是称号不通过，该不会不能投？不知道哎。别说了，三月半的会员卡也没拿到哎，真假的？三月半的哎，蛮夸张的。我觉得，那应该这几个月办的，可能明年才可以拿到。那卡片比我想的都大张，卡片就这样，一般信用卡一样的大小。不知道到时候会员信会不会分开哈，几封寄过来吧。志恒晚安，真的握完手会办完，还没收到。可是第一名的奖品有加吗？感觉很多家会从，但现在比较可，我觉得有点不开心的是，就只公开十二名以前的。然后十二名以前的他们一定会，他们的粉丝一定会投啊。那我们十三名以后的呢？我们要怎么宣传？对不对？所以那个脸太小吗？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如果卢卡第一会想表演什么？我没有想过哎 ，solo 曲对不对？哎，蛮多的，可是都是日文歌。如果只能选 AKB 或是48曲姐妹团的歌的话，なんだろうな、ミルキー先輩の優しくするよりキスをしてかもしれない。今のところ一番歌いたいのはね。私を釣らないで。名人十二的粉丝才会紧张呢，是这样吗？不是表演哈姆太郎吗？一个人拿到第一名表演哈姆太郎也太浪费了吧？我还以为是帮我背包包，背包包，嗯。嗯 ，Hello 三晚安。说实话，我其实有拍影片宣传的，可是公司好像又没有发的意思，所以我其实有点搞不懂。谢谢柯酱送我车车泥，叫成员出来，迷路猜拳第一首呢？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Hello Hello。骗骗你，这样不就浪费了吗？刚刚讲话怎么这么可爱？可是这两天最后一波宣传嘛，对呀、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就速报影片，可能就那样，所以呢，我就只能在这边宣传，或是在 Instagram 宣传，对，只能自己发，全部的都先拍，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就不知道。那时候不错，慢慢的修啊感，对不对？对不对？会知道名字应该就是卢卡宣传吧？我也不知道。对呀、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不要再问我喽，大家。但那时间点的票是微妙，就是晚安。对呀、啊，我也觉得有点微妙。谢谢强大三手 Popcat 大量发声，谢谢。投票活动最刺激，对。对，我在想，看戏看得很刺激。卢卡一定就差一点就算，大家快冲起来！对，大家拜托，拜托，拜托！卢卡一定要，不用管速报，拼全力投票就好。好的，没看到特效，真假的？有投吗？谢谢。
对，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对呀、啊，应该是，这活动很简单，票数多了就赢的废话，我再多投一些，你已经投很多了，我要我现在在宣传，还没投我的。还没投我的甜甜圈，拜托拜托。对啊，话说自己可以投自己吧。我觉得这次的一票就真的蛮重要的。可能是因为分母比较少的关系。以前看本家这类活动就很紧张，看你们就更紧张。对，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当前10二名的。对呀、啊，好像知道其他人的极品文，极品的东西那是什么？你也有票啊，为什么不能投自己？那就投给自己吧。对不起，我投太少，可是你有投我啊。本家速报还有公布票数超司机的，对，可是跟这次的就是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对 对呀，虽然办会员卡1张900台币，不是很便宜的价钱，可是我觉得是有值得的。对，有一张就蛮值得。TP 公布票数的话，真的很可怕哦。你要是不投，其他成员有投，这样差距就出现。那如果觉得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状况？我要怎么讲？我觉得有机会啊，可是没人投我就没有机会。反正我现在就影片里面说我没有进前10人嘛，对。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拍洞洞吗？然后他们都比那个第一名啊、第二名啊、第三名啊什么的，所以我相信他们拍影片的时候就自己已经知道第几名。我相信入场票数应该不会少，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先看家里有没有值得的东西，入口等我。他们不知道。你觉得他们不知道吗？可是我看他们的手，不觉得他们都在就是做那个数字，跟数字一样的。好，这是我猜的啦，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们。对呀，公司也不会跟我说其他人现在记第几名。对。谢谢哥将送抽抽你，我不知道他骗你的吧？有成员直播有讲就知道，谢谢哥将送抽抽你，知道吗？搞不好公司只跟他们说有进前10，知道谢影片而已，有可能。可是我看他们的手是比数字啊，搞不好他们拍了12支影片，公司呢？拿符合名次来用啊，这个的话有可能，可是那么的麻烦吗？会那么麻烦吗？啊，这是我猜的，如果他们说没有就没有吧。虽然他们也有可能跟你们说谎，但我是猜的啦，对。你们快表好，快把好几票。拿掉，他们拍很多支片，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每人拍12个影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有人说你们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看你们相信谁。对啊，投就对了，谢谢酷枪送我电车旅行，对，
哎、欸，我要进榜了。呀呀，谢谢谢谢，相信投给陆凯一定值得的，我也会加油。好可怕哦，可是还是很可怕。我看一下，我戳戳你，好像还不够哦。嗯，怕什么？怕就怕啊！31个，慢慢来吧。对，戳戳你就慢慢来，不要怕我们做你的后。好，我们一起加油。啊！吐きだめに吐きたい。わーって言って。谢谢送我好多戳戳你。谢谢帅爷送我5颗戳戳你。啾啾啾，谢谢笑笑的戳戳你。戳戳你，戳戳你，戳戳你。对，一起加油。谢谢送我戳戳你，看来今天就会满了，我再看一下好了。对呀、啊，谢谢笑笑的戳戳你，是这么打算的。谢谢姑娘的戳戳你。でもね、やっぱり緊張はするよね。但还是会紧张呢。对，我相信每个成员都很紧张。哇！再问一下过，把我的压力。啊啊！Yes！ 耶，我是运气王哎、欸！全到红包了，呼呼！谢谢赛卡的戳戳你，谢谢大家的红玫瑰。对呀、啊，怎么可能不会紧张呢？怎么可能不会紧张呢？啊！不管怎样，当然会紧张，毕竟是 TPT 四个人投票。对呀、啊，那个袋子拿来过夫妻吗？画面很熟悉，邻居要来，不会的，这个防音效果不错哦。新卡妹投了吗？卡妹应该不会。不会买会员，谢谢跟上戳戳你，那我也可以宣传一下。比现在公演紧张吗？不一样的紧张。对呀，紧张的，怎么感动的时候都东西遮住嘴巴跟脸？哎，是吗？これで猫やろ。可是我投小迪。呵呵呵，他一定上啊，他一定上啊，刘家比较危险。我看一下，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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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出现吗？好像没有显示，突然有了，突然有了。对，以前可以，本来可以用到的礼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改掉这样。谢谢大家的戳戳你，特效有了，特效有了，呜，开心，220个，开心，笑的这什么？对呀、啊，看起来很白痴哦，一朵小花，对，谢谢你们，原来陆凯喜欢头顶开花花。这是清新花，笑死小孩！这个比较可以看到鼻子的时候，改掉。我以为是兔兔的，不是兔兔的，兔兔的要500个，超多的。昨天跟哭酱半夜刷会员，刷到被银行锁卡，真假的？真假的？好，500个是吗？500个太多了，哎、欸，我抽到200个也花了一年半吗？
我三月开始直播嘛，对啊，快要一年半了。三年后，两年后是三年后，对，因为你没有宣传呢。嗯，什么宣传？就有两个人半夜不睡觉一直刷卡，刷太多一样的东西，银行会以为你被偷刷。我怎么知道要送抽抽你？哦，可是以前就觉得还好，想说抽，想说其他礼物也 OK。那、而且以前这个可以用，而且这个是可以用的特效哦。对，我记得是可以。谢谢送背包，也有可能本来就有的这种天使啊、恶魔啊、恶魔天使，之后可能也就是需要收集什么才可以用。星星花儿，我蛮喜欢啾啾你的特效。啾啾你有特效吗？哪一个？啾啾，你是那个吗？浪花啊，一只猫。我知道，就是这边有啾啾啾的那个，那个我知道，对。可是那个好像。那个有什么效果？哦，谢谢那个送我啾啾你哦。啊，对，这个叫啾啾你哦。啾啾啾啾啾，什么阿巴迪？啾啾吉他一起跳舞啊！当当当当当当，谢谢厨房送我戳戳你。又看今天好居家，对啊，我就今天就 可能宣传的最后一天吧。嗯，所以想说那就穿这件。かわい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也喜欢卢卡用戳戳你的特效。谢谢德全送我啾啾你，啾啾啾啾啾，什么啊？啾啾给他一些。还有周日，对，可是我以为就是只有会员的话，可能要今天办才来得及。待会加个130会员吧，怎么那么多？就看到那么认真宣传了哦，希望还没投我的甜甜圈都投给我，只能，好想知道其他成员的极品文，你们知道吗？我上次说投我的就到时候现场公演，哎，不是个人公演，个人演唱会了，对不起。就可以提一首歌，对不对？我在想说，我原本在考虑要不要一首歌，就是全首的一半，就是从 A1 到副歌结束，然后二首投2票就可以整首，或是一半两首一半一半，对。前十二女服装直播没有会当着大家面把直播赚钱，哇哦！莹姐前面说十二会跳 DJ 全山 cos 迷豆子，哇，好酷哦！哦哦哦，也可以耶，如果做决定就好。可以啊，这样你会不会太？你比较不会太累。因为前十二睡衣直播。第一会睡衣跳粉丝推荐歌曲，哦，诶，其实感觉大家都蛮认真的，想得好认真哦。那我应该要想呢，对，我刚刚说的是，就算没有前十二，还是可以提歌的那种，对。凤甲的猫公演，Luca 的福利也很好啊。我的不算是极品，我的就是就算有就算没有都有福利的那种。他要早上6点起来直播，现在变成成人开极品了。我觉得有一个人开了，其他人也应该会
跟着开，我是这么觉得。碰蒋公演，我现在去办会员的，我真讲碰蒋公演是怎样？哇，太好了，我要哭了。Luca 上来，我就要帮 Luca 画头贴。不要了，谢谢。啊，祭品哦，我刚刚一直说什么祭品，祭品，祭品，对。想看碰奖，碰奖，碰奖蛮不，碰奖蛮呢，碰奖学 pop chart 的也行。你是干念念的公演，誰が聞くんやって感じ。碰奖公演我没兴趣，请问陆哥会来特别来宾吗？当然可以啊，可是碰奖公演，我跟你们说，碰奖昨天、前天吧，他攻击我的脸这边。可是看不出来，因为我用粉底盖掉。这边其实有一条伤口，很痛。就是碰奖会，我不是说碰奖半夜常常会跳到那个柜子上吗？然后我都爬了那个椅子，就是抱他，然后放下地板上，结果他就开始生气。嘿嘿嘿，说好不打脸的，碰奖会攻击。嗨，卢卡眼角都发光，可恶的碰奖，对不对？很靠近眼睛，对呀、啊，超级危险的，对呀、啊，还好我眼睛没有太大。对啊，没事没事没事，快好了，而且用化妆可以盖掉。我的粉丝团没了哦，真的耶，什么时候没了？没事就好，没事。对，那我想一下几瓶 cosplay， 你们有兴趣吗 ？cosplay， 我对应的还有还是那边，你感觉有更好的？眼睛没有太大。如果我的眼睛就是这么大的话，可能就会打到。可是还好，我的眼睛大小是这样。嘿嘿嘿，真假的？那你们想看我穿什么？当然有啊！你穿什么我们都喜欢。学生制服，我原本考虑买那个，因为不会很贵，不会很，第一个不会很贵，第二个，当这种青春系的偶像必买的东西，可是我没有。小玉晚安，田中晚安，不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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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那套吧，不要。哎，谁会想看？谁会想看那个黄色的高中制服？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啊，你知道我，因为我们的高中制服就那么丑嘛，所以我对那个日本的高中那种制服超有。就是很欣赏崇拜。我也蛮想穿穿看那种，对呀、啊、可惜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但还是可以吧。谢谢上 popcat 水手服好像也可以，对，我没看过水手服，台湾高中制服，可是那是年轻的。不要这样说，黄色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的制服，超级无敌丑。要穿高中制服吗？感觉很有趣，不然我拍跳舞 cover 穿高中制服。欸，可是我不知道公司怎么说，如果公司说不行就不行。嗯，也有可以就是跳前面就穿黄色的，然后副歌的时候突然变成很可爱的日本高中制服之类的。日桥没有，日桥没有制服，就只有运动服。卢卡应该穿不下，没有，我国中的时候155公分，我现在158，就只有差3公分而已，而且我比国中的时候还要瘦，对。所以一定穿得下。我高中制服也是粉黄色，真假的？是不是读同一间？如果不行就不行，制服的抵抗。但是
那个是卢卡未成年时候的钻石时间，好像高中制服的抵抗，大家都会嫌弃高中制服，我们学校就特别丑呢。嗯，说不定入围十二名穿高中制服也是一种拉票行为。景美高中也是黄色的，也很好看。我们的裙子是绿色的，而且是偏灰色的绿色。你已经毕业很久，应该还有吧？希望。日本的运动服也很好看，真的。国中有破五十吗？没有，我国中也只有45左右。嗯，要上班了耶！你国中的时候其实不玩耶，真的吗？可是我国三的时候，就是不是排一排的时候，我都是第二个，两个人排一排的时候，我都这样，我都没办法这样。来週のデートラインまでにまだ配信予定ある。一応聞いておく。デートライン。日曜你我这礼拜天会开播。我高中制服也是黄的，为什么这么台湾这么多黄色衬衫？还好我高中制服也被常常说超商店员超丑。我以前是白黑，白黑才是最好的。哦，我曾经多羡慕白黑制服的。我高中制服本来是白的，三年后变成黄了。高中制服这个极品蛮大，真假的？緑のスカートって見たいだな。見ない方がいいよ。应该没有丢吧？希望没有丢。如果丢的话，那我就穿随手服跳舞蹈 cover 好了。如果真的进十二前十二的话，嗯。然后舞蹈的话，你们决定吧。卡奇路过，谢谢大家送红玫瑰。我们的蛮好看的白衬衫灰裤，好好哦。如果制服不行的话，就穿水手服吧。好，那就水手服，那就水手服咯。我的是卡其色制服，以前真的觉得很土。我懂。把好看的制服穿的很少是我的专长，别说这样哦。晚安，还要直播穿哦，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有进的话，结果舞蹈是哈姆太郎，没有，我真的我会认真的跳舞，是那种偶像跳的 cover 的那种。粉举哦，粉举看裤子颜色，对，蛮特别的粉举。我高中制服是白色，好好哦。卡奇该不会是建中？原来是学霸，原来是学霸。那唱 Say Love 给我能够上来的，那个可以吗？我自己是 OK 啦，可是如果就是审核没过的话就不行。但是我会在直播间可以唱 Say Love 给我好多学霸，对呀，羡慕。フィンランドダンスが次にやってんのか？没有，我之前拍的那个 cover 舞蹈就是那种 get down 啊什么的，不是很认真跳的那种。我去找之前照片给你看。好啊，好啊。你们有规定制服要扎进去吗？不用，不用。我就学电超难，会被姐姐阻止吗？我也觉得不行吧，那个歌词真的不行。但是如果没有打中文字幕的话，可能大家都听不懂。我高中体育服整套都是黄的，香蕉哦，真假的，整套都黄。我们是被常常被说橘子，对，衬衫黄色，裙子绿色，袜子绿色，而且是长的，然后外套橘色，对，超级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一人一制服传给露卡看。啊，要先进时我们再传。黄色の服がキラキラ、違うの。私の制服、高校の頃の制服がひどかっただけ。
そう、黄色でも可愛いとこは可愛いからね。人名とか、人名だっけ？人名女装の黄色好看。字符要加进去比较好看。可是我们的字符叫国中体育服是紫色芋头。我们学校制服扎进去还会被骂，真的哦。橘子跟香蕉哪个比较好？我想看香蕉制服，看来下次为什么要穿制服去见卢卡了。男生怎么会留自己的高中照片？我自己也不想留啊，我以前没有长得好看，脸是肿肿的。还真的有怕高中制服照自拍的那种。哎，还可以啦，还可以啦，不会很丑。可惜我上不了景美。对，想当女生是不是？只有香蕉体育服哦，体育服是香蕉，我们体育服是绿色，很像小黄瓜。我以前头发超棒，我也是自然卷严重。已经穿不下，没关系呀。我也有可能已经丢了，可能说之后可能穿不到。以前被抓去拍一个东西封面才有照片，了解，我们就没有，我就没有。以前北车补习最重要的是制服要穿了。如果讲的不光鲜明代言，明代言活该意哦。我大学还要长高啊，我身高，对。我大学没有长高，高中3年级就开始停了。高中还能甩刘海，现在都剃光光了。我弟跟卢卡同一件，我去问一下他的制服还在吗？你要穿那件，你穿得下吗？我那件只在给，我们高中女生制服就跟景美一样，好好哦。学校速报会落学校哦，有两个，我们可以选。侧背包跟书包，然后书包的话名字看不出来名字，可是侧背包的话会写什么什么高中，国中体育服紫色茄子，我们是小黄瓜。老天可教，你现在的身材穿不下，那你高中到底多瘦？台湾的学校制服好像普遍不好看，真的，私立的比较好看，公立的就真的很难看。走心了，走心了，干嘛走心？九 弹中枪，怎么了？我刚刚对九弹说了什么事？我国中也是茄子色，好想填补日本学校，可是日侨没有制服。我国小体育服是黄色跟紫色，为什么大家的衣服都是很奇妙的颜色？我觉得黑白就很好看，为什么还要加什么奇怪的颜色？你问他穿得像没有？我跟姑江说的，想说姑江的弟弟的，他会穿得下吗？虽然我没有看过他弟弟。国中制服到现在还穿得下，哇哦，跟我一样。カクカクなの俺だけ？かもしれない。ルカ会拿立可白图书包，我是不会，我是乖学生。日本の学校は制服ありません？あるよ、中学から。国中开始有，可是我们日侨就比较特别。我们学日侨学校就没有制服，所以看平常的衣服就知道谁的家里很有钱。对。对呀、啊，有就是家里有钱人的小孩都会穿品牌的啊，真的很欠揍。我的是黄黑，像小蜜蜂，好好哦。都用立可白画动 动漫，不是九蛋，好啊，换我走心，还是我不该讲。没有，我没有呛九蛋呢，我没有呛九蛋呢。什么11点见？有人又要开播吗？都
代表我的留言被挡成其他人的，应该是我刚真的没看到。有时候就是留言会突然消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你的事，不是你错的，也不是我错的。但我爸妈只觉得绿黑高中制服好看，绿黑北一女嘛。九蛋快开，瘦脸很好用，一次三到两个人。姑江跟九蛋一起休息，好了，对不起啦，不要走心。我失忆的还有大学服外套，让我们冬天穿，但是那件一点都不保暖。哦，还会涂。小玉，你高中的时候是到底是多闲？坐等九蛋开台。这是首次粉丝联播。粉丝跟粉丝要联播吗？好好笑哦。还尤其穿 AV 裤， AV 裤是什么东东？很紧的。九蛋台11930078，如果你真的要看，我会去看的，但我不会留言。原来留言会突然消失，难怪怡真有时候都跳过，应该是哦。对，如果真的留言太多的时候，真的会突然消失。嗯。连播要两个一起比大爱心，对。十一点我要看，给只有个连夫可惜没空，我也好想看。我土的科技就是常常在麦克笔，有时候用点力可白很正常，好吧。高中很忙的好，每天都要看小说、打电动，还要下棋。哎呦，你怎么那么好啊？我每天都在去补习班啊，然后通勤啊什么的。嗯，真的没有很好。泰洛闪追踪九蛋了，哇！恭喜九蛋，现在有一个粉丝，我们可以一起跳女友。下课还要去网卡，好好哦，好好哦。看来我以前是真的是一个乖学生，嗯，虽然成绩不好，成绩不好的乖学生。どうやら私はあの。頭が悪いいい子ちゃんだったみたいですね。お利口さんだけど、別に優等生じゃなくて頭が悪い。まあ、しょうがないんだけどね。先生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し。恭喜ジョダン至少有一个粉丝。粉丝团、ジョダン要取什么？走心团。我高中也都在很混，每次都成绩倒数。没事的。至少漂亮，我又笨又丑，没有，不要这样讲。其实22个了，虽然不知道哪来的账号。绿卡龟龟陪，就该听我以前最幼稚的事情吗？好啊。制服と真面目な男子配信。次は違うな。だから12以内、12名以内的话，走心谈。什么走心谈？哎呀。对啊，哦，对，我今天去找我以前补习班老师，跟我以前补习班同学。对，因为是我补习班老师的生日，然后今天就跟他们聊，然后他们说：“哎，刘佳，你最近有在跑步吗？”我说：“最近的话没有。”然后他说：“你以前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只要空堂就去外面跑一圈，跑两圈才会回来补习班。”然后他们以前觉得我很有病，想说怎么那么爱跑步？考大学的时候的补习班，对对对对，没错，去补习班连跑步，对呀，就是。就我以前可能体力太有体力了，就是不想，就是想要读书之后就想要动一动。现在的话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连我现在的我都觉得以前的我很有病。以前户外教学故意去找小朋友，在他面前假装跌倒，后来差点被老师记警告。为什么？小朋友。変なやつに思われた。そうあのね、私昔塾に行ってた時に休憩時間になったらなんか
もう外に行って街というか、まあ近所を一周してから戻ってきてるみたいな、よくわからないことをしてたんだけど、多分本当に体力が有り余ってたんだろうね。もう今じゃ絶対ありえないもん。这孩子考试压力太大了，可怜。对呀，想说以前的我那么有体力，如果那时候我当偶像，哦，应该很厉害。跳完梦之中，只有我也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就这样，看起来完全没有很累。啊，现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啦。对，以前太强了，现在不。你跑100会对面后面的空气说："哎，我最爱。刚你直播，我也边跑，哦，怎么那么厉害？对，也有可能压力太大，就是学人家那种成人节目。Luca 现在不会跑步了，对呀，应该说不会那么热血就对了。可是 Luca 以后说不定要考试日文。"日检多一之类的，这样就可以继续爬。就看那时候，但我现在应该是全力投球，有可能。就看没自己接后面的口白，我就没有学过那首歌。虽然是这么说，但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跳完莫之中觉得不够，不够过稳，再绕乌梅跑两圈。哎呦，好羡慕那时候的体力。不过那时候的 Luca 公园是 Luca 绕场狂奔。スポーツ選手目指す。てか、あの時はマジで本当に体育会行くつもりだったからね。それはあると思う。Luca 现在会特别去做什么运动？就真的只有跳舞而已。我跳完舞就很累了。你会不会觉得我以前超厉害？好像蛮屁的 听起来蛮屁。我能体会热血的感觉，我现在也超冷。Luca 现在可以慢慢转型气质偶像，对，我快热血偶像快退休了。你应该说热血的我快退休。以前都不用睡觉，现在的我就，对，我也是，就是我的那个。我今天遇到的补习班同学，他还没当，他跟我同岁，可是他读研究所就还没当兵嘛。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他警告，就说："你真的年纪越大，体力真的越来越不好，要当兵就赶快当，不然你26、27再当，真的会死掉。我现在当偶像就真的很累，很辛苦。想当年还是有年轻过。"回首青少年的时候，自己觉得呢，性感偶像，觉得青少年的自己超厉害，性感偶像哦，可是我个性不性感。如果是医生，他会跟我说现在也是，发自内心的建议，还好要当伞兵，又开给男生当兵的意见，对呀，真的，可是我29才当兵。那你体力 OK 吗？我相信高中就是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当兵跟29当兵也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定会很累。当兵 classmate 的台湾人，补习班，对啊，我以前读的补习班除了我之外都是台湾人呢。我是读台湾的高中，我也想毕业当兵，但我毕不了业，加油！这个是隐居学长吗？没有，没有，现在才4个月受训，可能还好点，是吗？可是4个月对，还是蛮久的。虽然听说以前更久，去当代替啊！但是现在4个月其实还好。现在说4个月还好的，是不是都是1年的，还是半年？是不是都是年纪偏大的？有运动习惯的话，体能可以下降一下。你现在就要健康的跟他断了给，真假的？现在年轻人不用当兵吗？延毕到35岁就不用当兵。如果是空军的话，应该会轻松很多。现在1年只要当2个月，但海陆就以前1年呢、欸，我不用当诶、欸，
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身高还是体重，还是有，还是眼睛？什么视力太，视力不好，是不是？还是你是外国人？但听说现在4个月训练比较真实啊，扎实。了解，谁年纪偏大？可是好像36、33，学校那边会收到强制。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4个月真的还好啊，你应该是4个月吧？不用当 V 加一，为什么不用当兵？我看有人为了逃避出国留学，36岁才回来。哦，我还没当兵，加油加油，越早当越好。我是4个月实验体，差点被嘲到完身也超累，辛苦了。对，好像从我们大2岁的那一届好像是1年，大一届好像就是4个月，我也忘有点忘记了，还是半年呢？以前是1年10个月或是2年，我是这个时候，更早以前是3年，所以德全是1年10个月吗？辛苦了，所以问你们当了几年，就大概知道你们的年纪就对了。不用当兵有很多原因耶，应该看单位吧。我4个月的地方感觉就一直在那是韩国，我知道韩国要真的要当2年比较辛苦。被前市长推荐不给我当兵，为什么？体重吗？对，就是我跟那个人说，他现在好像80几公斤，有点忘记了。他说，他再胖了20公斤就不用当兵。可是，然后太瘦也听说不用当兵嘛。他说要瘦20公斤才可以当兵，所以他就是刚好在中间，很可怜。所以他可能就要真的要当兵。Luka 是不是不好意思说过重？对呀、啊，因为有可能有别的理由啊。就体验那时候刚好是我受伤放弃打球，体重就哦，其实这样算是 lucky，对呀、啊，刚好是 lucky。那你们瘦起来就要必须去当兵吗？还是就是体检的时候说不用当了，就之后也不用当？女生不用当兵呢，我知道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又不是我要当，不管改怎样，但我还是不想当。我5月抽到录取，辛苦了，加油！讲的卢卡以前有当过一样，没有，真的没有。83开始4个月，哦，了解。所以我是85嘛，所以大2年的人就是4个月。大3年的就是1年。对，我如果是我是男生的话，我应该是4个月。可是我没有台湾国籍啊，所以应该不用当。因为那个只能可以两句嘛。说那个呢，年龄によって違うらしいんだけど、なんか何歳から何歳の人は4ヶ月でいいですよとか、何歳から何歳の人は1年みたいな感じなのね。そう。で、私のそういえば友達がまだ今大学院に行ってたから、ダンピング、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兵役なのかな。まだ、やってなくて、その訓練。で、やるなら本当に早くやった方がいいよ。本当に体力、体力的な問題もあるから。29になってやるのと、25でやるのやっぱ全然違うと思うから。とだけ言っといた。哇，我真的没有在练呢，还好我不用当哦，笑笑也不用，还是你当了别的那种，可以问问我当12天，哦，对，有些人是12天，我朋友也是12天，但是他是低收入户，所以才12天，好像其他人好像12天的也有很多原因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嗯。日本も3ヶ月ぐらいやった方がいいよね。結構本気。看 BMI。对。蛮多人不用当兵哦。这么好。
一年十个真的太久，被有些年纪比你小的班长念，真的会有冲动跟他好好聊天。对，就是体重，没事哭家，不用就 OK 了。叫他去上 BMI， 超过32就不用的。我一年但那时那梯全部都是国防部改成代替。了解。哦，你是过轻哦，哇！不用那次过关了之后就没事，那次过关之后就没事。了解，了解，了解。那你们就是现在，如果真的不想当兵的人，就是，欸，可是这样讲也不好啊。对，不要说我讲的。就是要可以变瘦，或是变突然变胖之类的。对，进去就不能看直播。一言もそんなことは言ってない。嗯，そうどこにも書いてなかったよね。ね。哦，留言又不见了。我当初有了体检是瘦身，一个礼拜瘦4公斤。哇！你如果是男生，搞不好跟我一起的，有可能哦，有可能。你是男生的话，我还是会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再瘦2公斤就不用当兵了。所以你以前也看来你以前也很瘦，还是可以看直播啊。只是这么多人，我在里面不好意思看着手机特效。对，可是在那边不是讯号不好吗？有的粉丝一直说在那边讯号真的不好，所以可能真的。嗯，可能是应该是一次大家都用手，突然一次大家都用手机的关系吧。嗯，看直播一定会卡卡的。12天的确有其他原因哦，家庭因素，了解了解。1995年以后的出生才有12天哦。对，我的朋友是1997，所以是十二天，了解，我懂了。在台湾的这种当兵制度真的蛮严格的，对，比起日本，我没有很懂啊。可是他一定会不是要跑步啊，然后就是一定会用到身体呀、啊。哦，近视加散光哦，眼睛哦。1000哦，了解，了解，了解。现在是八百啊，我忘记了。好，对，听说真的视力不好也不行，可是我视力很好，所以如果我是男生，我一定要的。我记得有青蛙，只是好像也不用当兵哦。了解，不用卢卡讲究很多，提前那天遇到一堆拼命喝水。一定有，一定有，各种原因不想当。有些人会觉得浪费时间，对。但我还是觉得，就是有这种制度的，其实也不错。嗯，我的体脂肪低到被医生说太低了。哦。当兵最惨的是，你拿到手机之后，难得网络连上的，结果你在等地那个人已读。不要说，对，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打就是当兵的时候，就是打电话给喜欢的女生，可是那个女生就一直不接。嗯，这样想真的蛮可怜的。对啊，当兵的时候会打电话的，一定就是表示一定很想他们。嗯，先不要聊那个同学了。太久没用手机，拿起手机还以为枕头。なんでそんなに詳しいの？いや違う、今日ちょうどそういう話したからね。不过对于过当过兵的男生来说，当兵那段时间尤其有爆笑的时期，也是一种青春就对了。当兵要剪头发真的会哭啊？对，有些男生真的会在意。青云就不会在意吧？对呀、啊，要真的要剃光，对不对？对啊，日本就是自卫队，没错。
有听过有人不喜欢待在医生面前一些厕所中会出现的东西。必须讲一句，还好我退了。剃光头超丑，笑死！谢谢送 Pop Cat， 屌单兵男生全部嗨起来。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体验过的。你各位啊，传说中的兵变，日本很多偶像真面具播夜手。对，我当兵的时候差点跳鱼池，为什么？嘿，听到他的声音，给我信心。我留言念的看来很慢，对不起。有的时候只能用手机五分钟，五分钟太可怜了。当兵很需要妹妹来探我。青鱼毯子也中枪。听说台军女军人很多，听到我这样应该会被骂死啊！真的哦，是不能剃，不是要剃，可是一定要留一点点头发，是不是？真的是难忘的回忆啊！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不想进去。我擦 care 头发，我留了很久了，了解。如果有染啊，或是有烫啊，一定会很 care。单臂是男生共同的回忆，其实也不错哎。我也好想要女生共同的回忆，就是热血哦，我们一起跑步，一起打，还是不要好了。嗯，面试日本公司是不是要穿西装？对呀、啊。而且遇到一对丑事哦，我跟你讲，晚安。对，我刚刚没看到，我只看到你前面的名字，想说，哎，你是路人吗？结果是 Grace 讲，谢谢送我 Pop Cat。哇，光说他以前当兵的时候还可以把枪换，为什么？怎么那么坏？当兵的时候，自己连上的打番茄去吃饭时还要有人。哦，很多人会医生聊超久，想要心理疾病，心理疾病的，对，病变我也学到了。我只知道日本 cosplay boy 当蜡笔小新，有人在军中交往的，认识的。哦，今天留言刷很快，五分钟看到鹿卡 IG 那个贴文，真的会对人生重新燃起希望。要剃三分头，我是剃零分，应该会被长官骂。就你最特别，了解就一定要三分头。去那边直接入高速公路。我当兵，因为当时有班长偷手机，我们那时候就没放手机，一个月只用2次左右，好可怜哦。就因为班长偷手机，然后你们就不能用。也太可怜了吧！有人会入伍前先剃头，怕里面阿姨剃不好。美军也有空军，我知道。空军とか海軍とか、どんだっけ？嗯。哦，谢谢雷根送我背包。昨天才去理发厅剪头发。店员抢着要剪，我觉得困扰。日本的ブラック企業と兵役どっちがきついのかな？ブラック企業じゃない？あ、でもな、強制的なもんな、兵役はな。ね、どっちのきつさもあるよね。当兵学了很多东西，例如一，有学到什么？扫地。当兵洗澡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还听说过有人在当兵的时候找到男朋友。啊？我没有当过，因为军中都是连坐法，一人犯错，大家就倒霉，好可怜哦。当兵学到什么了？怎么打靶？
我从来没有学过打法，蛮想学学看。其实大家都说那个很臭，可以不用学。谢谢大家的背包，学到跟别人相处吧。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要跟大家好好相处。你们高中没打靶吗？我们那时候就是打靶那天，我们有管乐的室内管乐全国赛，所以就没办法体验。时间差不多，如果要宣传再投票，没问题的，大家记得好好投我哦，记得投给我。我打靶都是满靶，没有骗你，满靶是全部都有达到的意思吗？打完肩膀很痛，会一辈子。日本高中我不知道，应该有吧？可是我不是读日本高中。谢谢。对，时间真的差不多了，这边写1个小时15分钟，然后我前面开了15分钟。哎咻！噔噔，除非卡带，连卡带都可以玩，是不是？哎，不能说完了，连卡带都可以用吗？可以体验。高中没有哎，应该没有什么很严格的。那日本高中应该没有。好像真的没有，就真的想要学的人自己学。可是台湾就有啊，每个高中差不多1个礼拜一次有国军课，然后在那边站，一直站着。不能动，不能讲话，然后差不多站了半个小时吧。我觉得，我是觉得好浪费时间了。谢谢送我背包。希望不用，对啊，希望不用战争了，对。一番いいのは本当に、ね。そういうその自衛隊の方々が仕事がないことが一番いいことですからね。自衛隊以外にも、そう。最可怕的是流感。日本人上台湾军训课很怪，我也觉得很怪啊，我心里很怪，可是还是乖乖的配合吧。不同形式的战争，例如居家女友投票。没错，我真的会穿，我进12名真的会穿水手服，然后跳舞，水手舞跳舞，cover 舞，就这样。对，我等一下 IG 留言那边会打字。战争前我会去小儿子跟 Luca 告白最后一次，不要立 flag，这样你就回不了了。好期待，加油！我对，对，就我的话，真的只能许愿了。大家怎么的呢？咯锵，第一名是出现，咯锵锵的李咯锵的更帅人，星云，早点休息吧，今天辛苦了，辛苦了！我这场战争打完，我就要回家乡跟卢卡结婚了。不要立 flag！卢凯奇有穿过水手服吗？从来没有哦，除了试镜那时候，可是好像没有穿给你们看。等战争结束，我一定会送你一个帝王蛰。不要立 flag！大家不要。哦，有出风。笑笑，再努力笑笑。笑笑，哎呦！哦，德全，陈纳森这个。哦，有 Grisha 也超棒！我等等做好了。好吧呢，好吧呢。到时候甜甜圈剩一个人，当一护兵的算了。这个感觉有点像。
别想看吗？想看就投给我吧。买票买票起来！那今晚在家，今晚我想来点刘家的会员卡。可是大家还是好好跟自己的钱包卡，就是自己的钱包讨论呢，对，跟自己的信用卡讨论一下。哎呀，医护兵都是第一个被打呀！原来我独断独行，没有讨论空间。哎呀，まあでも本当にみんなが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のは分かってるので、そこは受け止めて、私も頑張ります。よし。我要念排名了，各位，回家。嗯，碎云，青云，我要笑什么？话说，然后我今天跟他们，今天跟以前同学讨论疫苗的事情，有些人在。我的有一个同学在幼稚园教舞蹈，所以他们就可以打。可是我真的，我这种年纪的，然后做这种工作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现在不是30岁以前优先打吗？高端好像是给高中生打的，对不对？对，现在比20几岁，就是先给高中生的，然后我们这种20几岁是最可怜的，还要缴税钱，然后还是不要讲好了，哭哭。20岁以上就可以哦，真的、哦？所以你是打高端吗？我们很幼稚啊，那你应该可以看啊。高中是 BNT 哦，哦，对不起，我讲错了。好，那我应该可以。OK， 我先念排名好了，等等跟你们聊。今天的第10名是 Grace 酱，谢谢 Grace 酱。第9名是 Sega， 谢谢 Sega。Sorry。第8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第7名是德权，谢谢德权。第6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5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4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3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第2名是 Legun， 谢谢 Legun。然后第1名是酷酱。乖乖乖乖，谢谢谢谢。然后刚刚大家都说叫我脱外套，所以我现在脱。谢谢。可以的。OK， 大家今天辛苦了，我要休息了，我要去休息了。拜拜，晚安。啊，灰灰跟你们说拜拜。晚安，直播辛苦了，下礼拜天吧，不是，这礼拜天见。今天是礼拜五嘛，对，8月22号见喽，拜拜，早点休息。